在印度孟加拉总是呢时常有水灾有风灾，而且这两个地方相连接的所住的人口啦，总是呢比较低收入，而且比较穷困，穷中又带灾啦，真是苦中加苦啊！因为他们的建筑物很简陋，尤其是这一回的这一个器显，的确很强啊！这个法尼器显登陆了，简陋的建筑物。那就不用再提了，哪堪这样的强风吹袭呢？大树连根拔起，大树倒了，底下呢，有轿车，有比较牢固的房屋也被压垮了。这真是很可怕，所以常常说啊，人啊，不要太逞强，以为呢，人力定能胜天，有可能吗？实在是天地威力之大呀。所以我们人啊要谦卑，更重要要戒慎虔诚啊。有了戒慎虔诚，才能有真诚爱心啊。当然好几个国家啦提起的那样的苦难也说不尽呐。First of May, we have 1,510 cases of Ebola virus disease in North Kivu and Ituri provinces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hich includes 994 deaths. 听到了非洲感染病啊，一直在发生，像刚果等，他认为呢。我们这些传染病都是你们医疗团队带来你们的恶意等等，所以他们起了攻击。 Every time we have managed to regain control over the virus and contain its spread, we have suffered major security events. Since January we've experienced 119 separate attacks, 42 which have been directly on health facilities, with 85 health personnel either injured or killed in those settings. 现在造成呢，还是有那样的病啊，担心呢，人要去的人，大家人拢很大的考虑，不大敢去支援这种。把人的爱变成了怀疑，那怀疑呢，就采以行动来攻击。这就是现在人间的苦，所以人间本是苦啦，堪忍世界呢，可是这众生共业。实在是心态没有改变啊，这种共业天灾人祸呢很难消灭哦。我们现在呢只好专心做好净化人心，做好互动互益，
用爱付出，像现在的东非，我们莫桑比克呢，这几天呢、啊，这已经连续的发放，他们为了安人人的心，就先用柔软的快乐带给他们，才开始呢跟他们说话。智玄虚末，智玄虚末。诺萨库拉桑，一滴发生乌马宝，啥贝亚夸勒宝？啊？宝呢？宝一滴，等乌马伊斯贝伦西亚。Você quer o ajuda? Você quer o ajuda tudo moçambicano ou só minha casa? Não. Ah, qual é? Todos. Todos, né? Sim. 这么穷哦，这手指不动，这个意志力量啊，自显虚末，那种开阔心胸，把这份的志。不是自私自利，是要开阔心门，可以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他们对于自显虚末所住不动，他们的心得。所以啊，这见苦难不忍心，就付出。拔苦他们的心，心生的苦，苦即拔矣，复为说法。这几天来已经几千户了，昨天开始接近万户，天天天天这样的付出，这都是看到他们呢接到的物资呢，哦。真多哦，阿伯顶在头上，双手还要呢扛着他们这工具包，看他们搬运那么多了，阿都感觉真安慰哦。这只是呢急难给工具包呢，是给他们就地取材。先搭个简单的草棚暂住一下。总而言之，我们还是呢要继续努力，但愿人人见苦知福，八恶因缘，这是造福人间，是增长自己的福慧。你若无看到，无法度也要发动家己的爱心。咱有福啊，捐出来呢，是汇合起来一分钱，夹起来呢，也可以救很多人啊。是啊，我们人人一点滴的付出，就可以大量的救人。所以我们还是呢期待人人付出点滴爱心的合伟大的力量、哦、那帮助他们翻转人生。昨天也跟我们的宗教处在提要如何呢感恩设计每个月传路去感恩形成呢这样的慈济村、大爱村，几个家合为一个部落，让他们安稳居住，这都是我们开始要落实进行的啦。何况呢，学校很重要，最近都去走道看学校，已经呢。陆陆续续把学校呢累积起来，那这种这
长期的，我们现在也在做规划中啊。普天之下都是共生喜，也是一家亲啊，期待大家人人皆胜前程，为天下祈求平安，风调雨顺啊，人人社会平安，家庭平安，感恩大家，也祝福。